有种自信叫张钧甯，自拍从不精修 PS， 真实素颜公开好真实。都说现在的美妆是一种亚洲无数，在各种美妆的修饰下，任何的女生其实都是极具美感。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，很多女生们的素颜也是更加得到大众的好奇。而在娱乐圈中，其实就有着不少敢纯素颜露面的女星。近日张钧甯因为自己自拍从不精修 PS 的形象，就是刷爆了无数人的朋友圈。细品她这自信自拍不需要精修 PS 所显露出来的完美素颜，更是真实的不行呢。能够完美经得起素颜考验的张钧甯，自然在美妆的修饰下，其身上的女性魅力也是会变得更为浓烈。这一件淡蓝色衬衫的出现，很轻松就让张钧甯的形象显得很有气质。而她衬衫中薄纱纹理的出现，让其上身肌肤若隐若现的画面也是很性感撩人的。下半身灰色收腰西装的选择，则是为张钧甯的这个形象带来一种精致感。如此形象下的张钧甯，相信一定会引起无数直男动心的。